我叫胡晓明，曾经是这里的第一书记。2年前，我离开了这里。闭上眼睛，经常想起我们村的孩子们，忘不了他们。这次又回来了，兄弟，要和老罗一起打完最后一仗。行行行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好，我们上车，上车，上车再说。以前我也住这个房间，这次就带了一个被子，带了一个皮箱，反正能住下就行。2016年我是一个天的。他50岁了，我47了。我们是战友，我们是兄弟。最大的贫困就是观念的贫困，思想贫困，观念贫困。既然我们要关注我们未来，我们就从小孩抓起。对，一个是身体健康，一个是学习，这个是希望，给张强带来希望。今年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年，收官之战，工作人员都非常繁重，需要这么一个人。你以为他对这个村的村情是什么，他是非常熟悉的。你说谁不得力？你也好，刘书记也好，胡书记也好。胡书记就跟我说，是最重要的就是两项工作，一个就是我们要抓好我们的产业发展，而且还有就是一个更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把教育抓好。一查那个户籍信息上面。最高的文化就是所谓的初中，很多都就没有上过初中，小学都没毕业，就是普遍的文化程度非常非常非常的低。以前动物村里当中，初中毕业的都才1/2%生物，还有2%，只有2个初中生。虽然我想象过那个贫困啊，想象过，但是第一眼真正亲眼看到。看到我们同胞家里面的小孩啊，还是让我挺震撼的。您可能不相信这个事，但确实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是出去打工回来，就是还没出去他就回来了。我问他你怎么回来了，他说他买不了车票。不会买车票，确实底子太薄了。教育对子女这个人生的改变他看不到，就在路边然后玩耍嘛，卫生也差，在地上爬啊，地上打滚啊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可能就放油啊放盐啊，就还是他这么过这一辈子。这个教育是斩断贫穷代际传递的根本基础，你没有这一块的话，你再帮扶也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们。在村上办点幼儿园，办2所嘛。因为我们这边7公里长，7公里长呢，我们一儿组一个3、4、5的一个幼儿园。因为我觉得幼儿园很重要，我觉得大家都要重视教育，要给家里面人说。不能再让你的孙孙不读书了，而且要读好书，读了书了自己了，知识了，文化了，家庭经济啥子都好的，房子也可以买，汽车也可以买，有啥子不可以？祖国这么贪婪的，你要教我们怎么吃，居住非常，就跟我们办了2所幼儿园，这个是很特殊的，一车一用。
我希望我教育家这些孤独的书，知识改变命运。你们前一辈辛辛苦苦的干活，也干不了什么活。学好知识就是走遍海角天涯都不怕。大叔联系书记，他给我们把他念出学校。孩子们在家里都说的是彝语，不会普通话，语言关过不了，学习就很困难，就没有信心。珊珊的家乡在山里，所以导致我们的学生呢，他的成绩不好，然后就逐步就有厌学的情绪了。二龟哪去了？你知道吧？二龟，辍学不能有。二龟，你看见了吗？知道我们来做什么的，就是让他上学。你没走，他你在这堵他的话，他肯定会看到你，他不回来的。斗智斗勇的话，你需要想办法了。找时有点拖嘞，跑路。你跑不赢他了。跑路比较深。跑不赢他了，他笑啊。没事，我有办法，我是有办法收。我们都说的实话啊，说那四个呢就称之为那个什么四 F 嘛，逃学威龙四 F， 逃学 F 四，逃学 F 四哦，是 F 四不是四 F，F 四还能逃脱那个什么，现在 F 四、F 三都已经 ，F 四只剩下一只脚了，就这个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小孩一个不少的送到学校。不开，他在没有家里面了。二龟，他回来已经多少一斤多少斤，他脱不起来，我没回来，我多少掉了。会不会躲在上面去了？二龟，以后他长大了出去打工吗？打工。啊，名字都洗不洗，他打啥子工嘛？人家刚发工资，喊他签个名，他都签不起。啥子也看不明白，什么也听不懂，走不出去嘞。他也想上学，但是语言不通，家里也没人管，孩子们什么也不懂，只是个孩子。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他们。他说，我过去的时候，不能读高中，好好上学，不好好上学。辍学零容忍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个民族要发展，都在孩子身上。这个脱贫攻坚，关键在于孩子，孩子才是真正的未来，才是希望。家长的眼界很短，看不到教育对他、对子女这个人生的改变，他看不到、看不透。阿妈，开门呐，阿婆。我读老些都是不了解他们的辛苦，不了解他们的工作。爬坡上坎，每天可能两三万步，所以不停的去点，不停的去跟他说。幼儿园也很重要的啊，意思。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让他理解，让他支持，然后再逐步的去把他说服。村里的每一个老乡都认识胡书记，但是当他来到病床这个母亲前的时候，老妈妈不知道他是谁。
老人家老年痴呆了。让我们一个单位的人，就是还有单位上，就是陪着他一起去看他母亲的，心里面特难受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不熟，真不熟，真的。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回来了啊！你回来，肯定我们也欢迎你。大不光你在这儿太辛苦了，已经送够了，不应该回来了。”他还是说是，还是组织需要，你必须要来。看到这个表啊，突然想到，因为我们村儿有一户啊，四个孤儿，他的父亲母亲都去世了，现在最大的孩子才16岁，最小的5岁多。201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，然后他们就成了孤儿，没人照看。老二那个女孩二日格，当时就是2年级。老三日落在幼儿园，最小的那个女孩也在幼儿园。那时候第一件想做的事情，我说跟他联系一家福利院，把孩子送到福利院。但是孩子不愿意去，好，那就我们工作队，包括我们村组干部，那我们就该履起责来，就要把他们照顾好。要不要上幼儿园？说普通话。罗书记特别关心他们，白天要做好村上的工作，还得兼顾这个四个孩子的成长。把他们弄好，相当于领养四个孩子，又当爸又当妈。最大的男孩已经说了，这男孩他说他不想读书了，他想去打工。我想的第一步就是把那个男孩稳住，上学这事情让他不操心妹妹的事情。我跟你说，欧库，你缺什么跟我说啊，我去找校长。周末放假就一起回家，不能让妹妹一个人在家里面。然后周末回到家，我会来看看他们。明天就上学了，星期一就可以送过去。一定要去哦。要告诉妹妹，不能去那边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咱们需要什么跟我说，好吧？我想用我的行动去感化一下，去带着他们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地球千里梦，更胜一筹。非常不错。两个脚一拉，会不会变成这样呢？2×57会吗？那我们就在旁边来做一做，2×57 = 2×7 = 14。我当时想的就是，从生活上，就是我们让孩子缺了关爱，就该争取到的政策，我要尽力的为他们争取，不能让他们因为父母去世了没人照顾，就生活上没有保障。多漂亮！谁张的呢？一般我们洗个12到15分钟。第二个就是在他们就是成长上心理方面，应该义不容辞的把家庭教育应该带给他们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那就来，客气，我帮帮忙，姐姐。好，我们开单。我小品知道知道，凡是吃饭，凡是休息，不要担心，人身体好得很。嗯。不加班，不熬夜，嗯嗯嗯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啊，嗯，嗯嗯嗯，我坚决不加班，啊，坚决不熬夜，你放心，啊。这个生日陪不了他。嗯。嗯。哎，难得回来。你就多给他煮点好吃的嘛，啊。其实不理解我们在这边的辛苦心酸，真的，欠家庭，欠自己。拓扑空间完了之后，咱们，就乡村振兴紧接着就要开始了。就咱们村的产业呢，开好头。因为有载体才行，没有载体的话，它没有落脚点。所以产业发展是很多方面的，不光是征收。这条路是通往咱们养鸡场的道路，通过这个产业发展来带动老百姓，从产业上来。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现代文明。咱们给村里的幼儿园拿一点，小朋友拿去吃一点。是不是啊？老百姓也感激了，就是让大家享受这个成果，享村集体经济成果。两个幼儿园就差不多60-70了嘛，就是营养还是差了一点，所以每天把这个蛋啊，给他们煮一点，给他们送下去。身体长好了，那是最好的，学习成绩好了就最好的了。好好学习就可以，每天都可以吃鸡蛋。鸡蛋很好吃，我每天都喜欢吃鸡蛋，真的很甜。现在你看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，手也干净的，脸也是干净的。你小手牵大手，他这个习惯养成了之后，他会带动家里，对父母也是影响。值日江山丽，吹风花桥下，泥融飞叶子，山暖睡鸳鸦。我考了语文77.5，也是班里的第一名。我想读书，读一所很好的大学。就是给他们机会，将来能读更多的书。咱们彝族的孩子特别聪明，只要能够上正轨去读书的话，不会比咱们外面差。今年子就五个大学生了。成人成才之后，走出去带进来的，彻底把我们遗弃的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变，然后回来建设家乡，引领家乡。